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谢谢收看罗喵罗喵。今天呢，刚好休息一天，我要出去夹娃娃。这是我第三次夹娃娃，经过了两次的经验，我上网看了很多教学之类，看了好像很容易。今天我又会去尝试多一次。我找到了最便宜的夹娃娃，在之前那个商场的最顶楼，所以之前我没有去到那个顶楼，所以我不知道。之前我夹一次1块钱就可以夹大只，比第一只那个夹娃娃影片还便宜。第二只影片是上次夹的那个 Pokemon 的。今天呢，我会去到它顶楼，听说那边有6个夹娃娃机，我现在才知道那边比较便宜，大概5角钱，就马币5角钱就可以夹一次。OK， 我们直接去那边看。Hello， 今天我又来到这边了。它已经增加了第二代的那个 Pokemon 在这边呢。你看那个狗很丑啊。之前我上次夹的 Lapras 已经不见了，然后它现在有增加不少，它没有加很多啊。等下我会去楼上看5角钱一次的那个夹娃娃机。终于来到这边了，这边很多啊，这边全部大只哎，跟楼下比差不多一样，是说这边比较多人啊。这个最大只的就在这边。这个也是1块钱一次哎，好吧，我就选一个鸡啊，然后我尝试一下。
卡了上来，然后掉下去，然后这是第三回合，我不知道我花了总共多少钱，一直都没有加到，下一次再来吧。OK， 拜拜，谢谢你的收看，记得订阅我。Thank you.